马上就我打万豪这把，万豪前期不是很好打。这边阵容这把说实话大冰心啊，核心装备这边阵容，非我冰心莫属。把大冰心收益比他妈死亡度还高。准备好了。不是你眼就这样用啊，他不打我我也不打他，说实话打万豪一级敢打没有任何收益，这个东西猛的有点过分了。我没有对手，他这个走位能力太强了，这一级哎呀 A 的好疼啊，我们跟他玩啊，完全跟他打不了换血，你自己看吧。说实话下次还得别跟他打一级二级，就跟他 Q 一下跑就可以了，跟他走一起来真的太费劲了，得把你头打烂掉。英雄并不是对手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来进攻吧，换吧，不换的话男枪玩不了游戏的。不是怎么会有个狮子狗在后面呢？精准而优雅，我得先买不打鞋才行。准备去死吧。你是买猪还刀的呀，这人太坏了，买这玩意有什么用。 An enemy has been上就好，我怎么反应不过来呢？哎，别！哎，小兵！我求求你，小兵！哇，小兵突然把我救了，说真的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小兵莫名其妙就进塔了，不然我这波真的是进退两难了，太吓人了，我操！可以，小兵亲兄弟。舒服，这波活下来是真的爽的。我没有对手，得劲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傻狗硬抓我的，不死就行了。不要犹豫。当你们不打鞋以后就比较好打。我觉得他有实战。为什么他这能 A 出两个拳呢？哎，我觉得当下有人在呀，我想干啥？这也称得上是挑战。被抓呀，被抓还是最伤的。还有点火的话是可以有点，我觉得
哦，我心血量怎么？哎，恶心人的英雄，说实话，真跟他没得打。那英雄就是恶心人的，没得打。这种恶心的英雄，你不杀对手，没有办法。太牲口了，这英雄，前期只能跟他放弃掉，打不过他，不是你打得过的。这把火这玩意确实不是竞技能打得过的，竞技要等很多装备才能跟他打，或者说等队友。玩的我也太难受了，然后我第一层担心他队友在，不敢跟他 all in， 不然我第一层跟他 all in 的话，打不识破是不能打，但是第二时间能打不过，还是我虚了。只有我成功 double kill。这个英雄太难打。等下着急吧。精准而优雅。有一点办法，主要他妈的也没人帮我。帮一下呀，帮呀，你不帮这线怎么玩？我怎么活啊？这线我怎么活？我怎么活呀？我从不退缩。跑不掉，我真的队友他妈的过来捡漏的。你为什么找不来？你过来非要捡个漏呢？你捡漏干嘛呀？你的捡漏捡漏的。找来就根本就不会死的，非要捡我的肉，坏逼，真的太坏了！你这样子你也要死。男枪真的铁树，哎呦！难受，难受，难受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还有星石，跟他打不划算。不一定打得过他。真的有点没法接受啊。让人枪脑害人，那怎么玩？玩不了，玩不了，玩不了！野区，说实话，野区上单真难玩，野区上单没法玩，这变器得放弃掉了，没得打了。单杀万豪越塔都不行，狮子狗盯着我咬，我就是打不了。算了，这把游戏对线打差一点，等后期随便赢。不服气啊！凭什么我对线打出优势还被狮子狗一直咬啊？我真的好不服气啊！真的，就凭我打野是个垃圾，我就该被狮子狗一直咬。不要犹豫。又跟朝里蹲着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我就不懂你什么意思了。哦，抓我干嘛？你这波万豪凭什么敢吃线呀？恶心人的这帮打野，真的很畜生。哎呀，真的有人。狗仗人仗狗势啊，他妈真没法玩这场，真的是人仗狗势的东西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。气死我！算了吧，我说的不打架了，我不想冒这个风险去打架。我不能跟自己说这个，没意思。哎，确实我，不是你狮子狗跌到那头了，你凭什么还能装？我想的太多了吧。
太蛮横了，比挖掘机还要强势的一个英雄。要刺得快，刺得狠。预备！我感觉我能吃到吃多少，他吃我的我也无所谓的，我要自己发育优先你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这狗太变态了，马上就死，这还敢排烟，这没死过。没办法，有的局这种 C 不了，你要怪我 说我打不赢，那我真的无话可说。野巨雷发育吧，发育吧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的剑准备好了。该你了，拿什么鸟？我没有对手。轻拿轻放是吧？准备去死吧！上路小袋打不赢，想要小袋打起来，除非在上路栽了跟头，不然的话上路打上路打小袋基本上没什么办法。这狮子狗前一个交闪现过来扑了个空，他都能完成，没啥办法。这局能出到冰心满应该出不到的，得贪欲做出来就休息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他现在想抓我，我是必死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石头头我就不打架了，打架打不了。安豆头一下就能把我秒掉，这么好这样压制我，我很不服气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又没有办法。精准而优雅。他不露头，这个人不露头，我玩不了。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意思，一直不动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这么好的随便交易单不就了，我他妈都不能干 all in 的，这确实有点委屈啊，玩的憋屈。他乱交技能，马上就好。真的傻狗啊，这傻狗蹲了多久啊，我就不知道了，真的。好不容易过去露一下头，结果他就跳过来把我秒了。哎，有这种傻狗对手，他妈你玩不来，玩的受气，玩的。玩的好受气啊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。为什么别人他妈十三杠一杠四百分百三团率啊，为什么呀？什么鸡巴水平的人啊，参团率这么高啊，凭啥把我当鱼炸呀，有病吧这队友。
别人送那么肥，我真的玩不了了。哎，玩的我好鸡巴生气，玩的真的是受不了，生气，真的很生气，弄死他了，我拜托你，把他傻狗过，给他过了，一定得弄死他，这个逼不能活下来。太恶你了！刺穿他们！我知道有人，我他妈跳过。一下他就把我打没血了，打了把我 W 逼出来了，我能打的？我哪知道他一套爆翻不假血都能把我打这么多血，这谁知道呢？而且我就很好奇，我后边还在蹲，好奇也很正常的。狮子狗肥应该不能说百分百胜利，那英雄他打团就是一换一呢，那英雄只能有单秒能力，所以说只要不无脑被他刷单就可以。现在这个人这个点可能打不过我，就不告诉你，我只能告诉你他可能打不过我。不要犹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战士，我是单挑最猛的战士之一，他打不赢我很正常，我得赶紧搜刮一下野区经济，但我已经没法玩了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赶紧做出来贪欲就可以了，贪欲一出的话真的玩。冰心的话只能第四件出了，第三件得出死亡之舞，第三件出冰心的话我看一下，也不是不行，可以吧，也可以出冰心，现在没那么多钱，第三件才能出，第二件只能穿玉，毕竟第二件不穿玉没什么太大作用的，带不动线的。傻狗没有眼，想把他给杀了。王豪应该没有人在后面，然后你不太可能，你知道吗？不太可能有人。这个好像抓我了，怕他打到我，我怕他打到我隐形的翅膀。Nice， 可以，他出无尽的这个。OK， 傻狗这波一定要弄死。杀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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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得杀狗了。 Nice， 杀狗了，可以，这把好打了。狗怎么一丝血都能玩这么舒服。来，狗杀了就行，玩得我手抖了，好犯操作失误呀，现在个大冰心在手。冰心的那个平 A 伤害好像被减了，挡平 A 的伤害被减了。死亡之舞其实会更好一点，我感觉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都差不多，冰心能更快成型也可以。丢个烟雾弹，丢个烟雾弹，我追不上。买什么冰心？我就要买冰心。嗯，我是 LPL 的粉丝。LPL 出什么，我就得出什么。马上就好。
队友是真的很畜生，这队友，这队友是真的非常非常畜生。守在家里打吧，别出去了，出去不了，出去打不了，再把我带线都带不了，毕竟打团也不是什么有问题的东西。要了呀，都给了呀，小龙火焰无所谓的，别鸡巴去了，再去真要输了。主要我这被永恩给 BW 了，这边阵容那么莽，狮子狗已经没有经济收益了，在这方面出的已经没有什么收益了，慢慢发育就好。对手，这单枪都不是不假鞋的，秒就是你。看我能买上的塔推了，上塔推的我就先买黑心，黑心变贵了。不要犹豫，给队友发一波工资。我出冰心，对面很多人打我都不准掉血，没什么问题。视频 A 的阵容出冰心没问题。这波我只能带上了二塔，去好像没有什么用，但是万豪好像来守我了，我在打狮子狗去了。这个塔万豪不到头，我不是有点犹豫，但我不拆这个塔，我自己根本就不上。算了，先打。我家打被动的不如打主动的能舒服，这有一个科托应该也能行。还再拆一个，万豪是掉线了，他掉线的话，那我还能再拆一个。还再给我发一波工资，还行。有点难看，拆不掉了，走了算了。我犹豫了呀，不犹豫的话拆掉了，不该犹豫的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有个爆炸果实还是能过。算了，不要了。我怎么跳歪了呀？有点手抖。手有点抖，调整一下手感。来喽，大冰心来喽！看我团战发挥一下的，给你尝尝我的大冰心。都给我建攻速！傻狗被电麻了，这傻狗懂不懂我的大冰心啊你？啊？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的续命呢？干嘛？不是很懂，我就把上路塔给他 all in 了。应该不用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大冰心打的还是猛的，直接推中吧。上路塔也没有工资发，开的也就那样。退路的话会比较好，退完一整路的话，对面有明显压力的。没有十五，你杀不掉人，收益就那样。明星的话是永远都有紧攻速的，反正不能出全肉就行，电竞可以出点顶级肉，出太多肉装没有用的就。还没打死呢。没注意到，我需要死亡之舞的钱，你去中路实现。这不现得给我吃，我没有死亡之舞，这波有点拖节奏了。
位给我让经济啊，这个还是挺懂的，知道我是谁的。这个野区有点危险，说真的不真敢吃了，不过对面往下都敢，不敢吃野区。小龙不要了，不是不出去啊，要推中路啊，搞什么飞机啊，抢中路啊，推线，小龙不去野区，推线就好了，又不是说不能打，现在凭啥不能打？狮子狗这种爆杀装备，他秒不掉人不就废？他一进场我就能秒，没道理不打吧？你这个小龙团去的没必要打。打大龙团，大龙视野先做一下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没有被伤害的，哎，这队友玩的太怂了，有点没机会了。他玩这么怂，对面大强都是对面的，都没有视野探照一下，这种真的有点没办法。他们肯定在打，他不能蹲人。这我只能粘草城。还好，我这必须得粘草城，不然的话，他们要万一真打了怎么办？狮子狗也不可能有出的空间，游戏结束了，是吧？冰心翻盘的吧？你觉得？冰心没什么问题吧？这把对面的阵容吃冰心的呀。OK。上单小队还是王，懂不懂？